戏，刚才干嘛？和了热面，准备落那个发面后馍嘞。一会儿中午的时候再烧点鸡蛋汤。今天的饭就这儿解决了。这个馍炕了炕满是吧？哦，这好馍，小火慢点的，你要是大火的炕不透。这一面罗胖跟这面翻过来。再炕，再炕就这离起来跟这个边儿也炕吧。哦，跟这边儿也不能炕，放心。这跟那炕的锅盔呀。那就是锅盔，这就是炕的锅盔。过去都是那大铁锅炕，现在都是没有那锅的，人不敢整。这个炕的黄椒。哦，你看。哎，吃够了发面馍。老好了，看比我好吃。啊，放椒。就是，你看我这多厚呀。那个鸡蛋汤烧的怪熟的。我会一点。这，好吗？我片子做的，没让他把片子做的。嗯，这是放黄瓜蛋。黄瓜蛋。嗯，为这白白蛋，反正真的好吃。有啥吧？我就想着看。别说了嘛，三厘米左右。三厘米也高吧？三厘米我也行，嗯。